Thank you.
朱君早，俊荣早，文台早，安仔早。因为东西载的不多，种类不多，反正数量不多，种类还 OK。水月你好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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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来到了，你又改又改变，又改变，又改变，又改变这样话。我不敢压力，不敢压力，我那得晒啊。你家一点，家里还落雨，那是真真的哦。呀，我也从天气热了，好最简单的，你看那个。我目前想不来的。你今晚我想想不来哈。哎呀，我看你晒那就晒啊。再有鱼啊，无鱼啊，那只拢啊摆啊，两种海鱼啊，鱼拢无鱼啊，鱼拢无鱼啊，佫，佮佮两个，少年佫买做，少年买做啊？系啊。这个阿杰买做。系啊。阿杰买做啊？阿杰买做啊？这是经验哦。我给你放个部位了。好的。所以你家讲要请，要请人就对啊。啊，做一边一边干啦，一边干啦。阿红啊，小波兰。我够波兰啦，波兰。波兰，波兰，你快快转转单。你对我呀？我喺一百之内哦，唔想晒个偷晒嘅。你喺搞做我，我话偷，你三多嚟我唔记啊喂。不要讲啊喂，我讲喺种训练好够力啊，种喺冻未久。啊，几块钱啊？系啊。这都不完嘞。对了，那我们还有吗？我们跟这个贵还有吗？四个贵吧。我半天。四个贵差不多啊，我就是冻的。我跟这个。这都不用我做啊。这个贵我都不简单，这贵我都不靠这个贵。哎，他是管的哟。好啦。但是我讲啊。大部分拢是讲学爱半年才去办考的。人家讲，叫讲平常平常卖困啊，无艰苦。啊，无同款啊。像你遐困就嘛，规工无困啊。有啊，无。你嘛拢去倒去八八八，计是我。八年八八八，你搞咩？我白念你。八八八穿起来。你遐讲。八八八，八八八。三宝起来一轮。加快困啊！先跟你讲八八八，系冇啦，冇啦，我跟你讲。冇八八八，冇啦，我跟你讲八八八，冇去八八八，咪又未讲咧。
我想，不过 Google 的包包包找不到呢。义工路，义工路。义工路啊，对啊，我去 Google 啊，奇怪哪无？也无营业登记，也无登记，无。好酷哦！你这听到 Google 没 Google？ 我 Google 没对呢，我看了红李光路888号安尼啊。啊，你们去？你到时啊？我讲这里又无多去啊，你不个？我今日有去啊，今日没来，我先啊。我今日，我今日真个讲，哎呦！你们讲话真啊？不会扫老婆。哎，不会，你用过来弄。哎呦，安尼会使哦。你个就会。我那就是啊，你骑小飞种，哎呀，都爱骑小飞，骑钱种的，你要一百块，我不要一百块不够，哈哈哈哈哈。站长，位长，要饮料不？副厅长，要饮料吗？饮料，没有关了关了。例如哪一种？正牌的，你跟三罐是吧？哦，三罐。阿梅，你要喝什么？你要喝啤酒呀？啊，你来。哦，我不要。不要。八十块。你好，后面可以几包？越南店可以装。后面呀，后面可以几包啊？下面你多少后面了？再讲八，再贵包。太冷了，250。突然变黄了，就糟糕了。他订好会有麻烦。先给人家过一下。今天不像鱼啊，哎呀，不像鱼啊，比贵一些不像鱼啊。看一下桌面哦，昂沙今天有拭目一睹哦，真空包装的。然后我以三百一碗花枝丸，三把北秋。蚵仔，地方文，国术文，红带鱼，剥皮鱼，柳叶鱼，然后多利鱼，安徽丹哦，金宝龙，富贵鱼，蛤蟆，虾子，黄鱼，哎呦，今天可以无套丢，我看有不套丢，哎嘿呀，哎呀，虾子不多，虾子好像一点点了。虾子哦，然后鹅啊，三百块，越南店，又对啊，但是越南姑娘很无情，越南姑娘很无情，这个。不要在那边谈。啊，那边，哎、欸，那个一包800。800。含水一斤啊？含水啊？含水一斤啊？啊，这个含水两斤啊？就过水两斤的，还过水一斤的啊？这是一包的吗？不是一包。我会买，啊，都唔是买鱼啊。哦，买贵，我未使买啊。哎呀，未使买。啊，你讲恁头阵买贵啊？我买只一个棒。虾子呀。耶。哎？人家寄买的。人家寄买，还有寄买的。哈哈哈。忘了，我又回煮。嗯。一直刮痧。对啊，他上次太晚来了，没买到啊。所以，拍下的那地方店里的，少年没有，有低啊。你们好，我也是在外人。
自买的。不要浪费。不减吧。不减吧。不加。不加。不加。多少？最近安尼啊，都拄着落雨。我们讲的疫情，今仔日吼，我做一个月啊，咱拢。我才叫早餐嘞。不要紧啊，我都够食得好啊，无差。用用啊，疫情啊。我讲疫情安尼过一个月在了。个月够好点。咱们今仔已经走向共存啦，你爷。唔是，我是讲大人惊，今仔个会惊。啊！你惊久就惊久就皮皮啊！啊，即摆袂皮皮诶！惊久就袂惊，伊过来，即摆久就惊到拢啊！啊，大，你讲讲人嘛是惊啊，像迄有诶厝有大人，是大人有囡仔诶，拢会惊啊！该住诶，死诶，拢无。诶，无诶，啊，不过迄个老岁仔。但是你无住就是安尼啊，即个唔对。对啊，我有住过。你有住过机会，你晚上无啥人在啊？哦，你关的，你关了都先进的哦。哦。对，像啊，帮不住啊，刚好在个中央边住哦。对呀，我是快死的。对啊，无住，工资多少钱啊？嘿啊，大家拢爱住，行，伊做生就是安尼，不然我无。当然该搬，当然该搬。吓，你今仔出事，大家去排队头，你来啊！你今仔时间，你无爱出来去做干嘛用的？对啊，你就讲下这意思啊。来讲下听啊。你讲谁讲话？你讲话啊？你要不要找？不要找，我去找。你要找？你要讲明你几号？你要讲我二个平，二个平估的话。晚上睡觉啊？跟那个是黑龙沙市。二个平，二个平估的话，住对就较袂方向较低啊。高端啊，高端啊。哦，医生要过敏的啊。哦，你要过敏。我从朋友那边啊，都。哦，要过敏就较危险。从朋友那边，你要大家去加油啊！药物过敏是分，药物过敏是分固定几种的。我是感冒，感冒药。药物过敏，你什么药无？头痛还有咩？头痛还有咩？脚酸痛还有咩？什么中药够痛？退中药啊？应该是一种，这是某些阿拍阿那边补。反正最近一种过敏，啊过敏，啊过敏，面是表面较平，阿妈将喉咙堵塞。我是觉得把消防队讲。好讲，看袂见安尼。那边是不？我袂去吧。啊？我袂去吧。应宏，你要干嘛？你不专心卖，你在干嘛？我念着佛经。不锈钢。对啊，那黑松沙子那不是秘密。那只是啊。他去台皮，不知道台，那叫那个海尼根换包装。不叫黑松沙士换包装啊，那是黑松沙士，你们看错了。听到没有？哦，我问，哦，谢谢。两百一百啦，我得两百啦，两百一百了啦，两百好我得啊。
到货就是一只好尔。